对我大个时期啦，一定第感动的也是讲，2002年呐、啊，我有一个机会参加让慈溪金狮书宣呐、啊，有主办一个文化志工的团转去台湾咯。迄阵时我真正相信姻缘，因为迄阵时我有一个机会甲上人讲话。很重要一个因缘 ，because 我是受英文教育，所以我会做的工作是干那做 editing。然后平常的分会啊，啊，定是两千年啊，往 start 一个英文也要看，所以我头一本也要看，一方面是佛陀啥净土的咯。第二个去上人讲慈济啊，虽然慈济是用大去讲华语啊，加一个国家，可是真正需要有英文啊，要大去马来西亚哦。用英文也看真好，如果人会读，拢会也看，那会较侪人会了解自己。这先生开始讲，讲到这个话，讲到本分事啊，所以人叫你做咩物件，伊做诶，咱就做啦。卖讲，好多机会做了，侬卖做。上人家己做安尼，结果讲做不够，那应该人国家感觉讲哇，我知识应该可能做未够。像咱看咱的英文也看咯，伊讲慈济是咪 Buddhism in action。所以安怎咱会讲咱要家己会做本分事，咱要先家己，咱会修呢，咱特别多去发了咪，咱就去行法咯。但到家到底我冇怎相信，像上人讲，咱唔系讲戆戆做，咱有时爱修咱的慧命啊，所以 understand， 含数咱未去做啦。